内脏啊、肋骨看起来，不错不错，非常健康。哇，表示你身体很好，都没事都没事。科普博士，科普博士，怎么？哇哦，是阿安哥哥耶！哇哦，就这一关呢，我们来到了智慧基地的国网中心。我跟大家说哦，生活当中啊，我们看到的那些大数据啊、云端还有 AI 人工智慧，都是他们的研究范围哦。等一下，阿安哥哥，我刚才看了这个，哇，好厉害的 VR， 这一关到底有什么好玩的？你要不要跟大家介绍一下？好啊，这关好玩的东西呢，就是。它简单来说就是小朋友，你们去看医生的时候呢，医生叔叔会帮你照 X 光或是电脑断层，当你生病的时候，那这些东西做完的影像呢，可以透过我们的工具，好转成 VR， 那医生叔叔就很快就发现你生病的地方在哪里哦，而且是立体的，对不对？是，它是立体的，然后针对这些立体呢，它就可以对症下药。这样子是最好的，太棒了！所以小朋友，你有玩过 VR 吗？你有用 VR 看到你自己人体身体的一些器官吗？如果你想要跟科普博士一起来体验，安安哥哥这关应该很好玩，对不对？对，欢迎爸爸妈妈带小朋友一起来这边体验我们的 VR。太好了，欢迎爸爸妈妈跟小朋友一起来哦。